集台湾土芒果及爱文芒果优点的新品种农民党一号芒果是当季最夯的黄金果品，荣获美国植物科17年专利及金牌奖，可说是嘉义之光的农特产品。带有浓浓土芒果的香气和爱文的甜味，农民党一号的芒果上市了。它可是嘉义地区独有的芒果，伊芳味有够，伊甜度有够，佮无丝吼，就是足幼嫩的，足好食，有够赞的，佮保质上重点。伊的酸啊吼，迄个麦油还佮甜，哎，食到足粉，落去就无呀，哦，足好食。农民党一号的芒果吼，伊的甜度拢15度以上，它是有比较特殊的风味，吼，是一个当季吼足夯的迄个果品。农民党一号芒果经过20年研发的努力，是农民张明显研发的新品种。这已经研发20几年啊，在世界上呢，得到美国的金牌、英国的银牌、日本的铜牌，世界这大国的发明展哦，拢总有得到奖牌啦。啊，伊这特色呢，就是甜、香、又一股汁。有土芒果的味道啊，啊，算无迄个丝啦，啊，伊含爱文无同，就是讲伊这较尖啦，啊，伊爱文算较底顿啦，通采自然采长红的啦。农民党一号芒果坚持再从黄才采收，所以必须透过光将纸袋内隐约出现红影的芒果一颗颗小心采下，以确保品质，让消费者买到之后可以直接食用。立即抢先享受香甜美味，上好食的酸啊，伫遮啦！新唐人亚太电视叶玉明，台湾嘉义采访报道。